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像出家一样，6660年富贵快乐。所以八关斋戒，各位把这八件事关起来，就是说不要伤害众生，特别不要起男女乃至各种的欲望，那就可以关闭三恶道，而且可以种下解脱的因，往生净土的因。所以叫金币八事不放故，斋者其意，讲的是心态。那各位能够保持一个脱离轮回的心，那功德又加三倍。以人天福报受八关斋戒，有20小劫不堕落三恶道，以出离解脱生死的心态，然后60小劫八关斋戒，保持这个心态。然后呢，进一步以大悲菩提心，就像刚刚各位我们为所有六道众生，愿他们同来法会，将来同生净土，同成佛道，以这个利他的慈悲心来受八关斋戒，那200万劫的富贵自在。所以各位不要说短短一天，短短一天八事不犯，保持正确的发心，超过一辈子受5戒，超过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的功德。所以又用最无上心啊，无上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那更是不可思议。而且
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就世间菩萨对整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整个地球世界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且消除整个世界的业障，就让大家共同的努力，为消灾的让他们消灾健康，为往生者超度。所以佛法的力量就不离开这个身口意，所以我们身与口守八戒，意里面保持斋戒体这个正念啊，出离心、大悲心、无上菩提心啊，心越圆满，这个斋体的功德越大。所以身体的行为清净，则没有杀生、偷盗、淫欲、爱染种种秽恶业；口业起，则无诸过失。那各位这几天，我们保持不妄语、不恶口、不良舌、不起意。不但如此，念佛、诵经、忏悔、念阿弥陀经，保持口业的清净跟慈悲。再来，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那特别这三天，大家内心里面不起贪嗔痴啊，压制它，然后呢，慢慢就把它净化掉，而且还升起了深信因果、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安住空性，然后保持这种圆满的心态，不但消除轮回的因，又种下往生净土成佛的因。就像我们如果认识几个伟大有成就、值得尊敬的人，那是我们的福报。如果你很尊敬你的爸爸，很尊敬你的妈妈的道德，那真是你最大的幸福了。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佛菩萨的这种悲心，他的愿力，哇，金刚手菩萨的这种大力量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方便，普贤菩萨的这种大愿力，地藏王菩萨这种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然后呢又把他们的德行放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念法了啊，由外而内。所以念佛，希望各位三十五佛、八十八佛、贤劫千佛，这些佛菩萨太伟大了，个个都在利益众生，用尽各种方法，所以为众生而奉献牺牲，而最后成就佛道，百千亿化身，所以要念佛慈悲导师。所以每一个人，一个人之所以会伟大，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对象，这个叫信仰，信仰。所以我想，不管你什么样的信仰，这个信仰一定在你内心里面升起一个奉献自己、爱护众生的这种行为，这是一个圆满的信仰。所以特别是佛菩萨的圆满大慈大悲。第二个，念法。所以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利益众生的方法，牺牲自己修苦行的方法，就像释迦牟尼佛示现放弃皇宫的享受，六年苦行成道以后，用各种方法孤独的45年去普度众生啊，所以而把佛法留下来。所以那每一个佛利益众生的方法，就是慈悲的方法、空性的方法，那我们要去了解。再来念身，按照佛法、佛的慈悲、法的这种圆满，实践在身口意上的，都是人天福田。所以各位今天用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众生的福田呢？马来西亚因为我们而改变啊，世界因为我们有改变。佛陀说了，受八关斋戒叫世间菩萨，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按照佛所制定的外以八支、内以六念，这样来修行，我们成为往生者的福田，我们成为病苦者的福田，因为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他们啊。所以这样去做，那希望大家都成为人天福田。所谓身不分在家出家，大家按照佛陀的心，如果圆满的菩提心来实践，都成为别人的福田了。第四，念天。只要能够皈依三宝，好好持戒，来世升天，最好往生兜率内院，乃至十方诸佛菩萨净土啊！就算投胎做人，一定是皇帝富贵，长寿安乐。所以第五，要好好的持戒啊，身口意要完全的持戒，然后进一步念布施，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啊，我们放生、超度、
回向轨道，所有人类天道阿修罗道也断除烦恼，跟我们一样发心，所以普济贫穷。所以外在用八条戒律约束我们的身与口。第一，不杀害任何众生，进一步我们还要吃素放生。第二，不偷盗，那今天大家供养三宝，还要布施帮助贫穷。第三，全断淫欲，大家实际修犯恨。第四，不妄语。第五，不喝酒。第六，大家今天不香花璎珞、香油涂身，不注重外表漂亮啊。像各位今天穿海青好不好看？庄严啊，漂亮啊，啊，这种人要对自己有信心，了解吗？个子矮没关系，心量大就好；皮肤黑没关系，心清白就好。啊，脸长得丑没关系，有爱就最重要。不要一直在乎这个啦。所以各位，心中有没有佛？那你还求男人干嘛？你不用爱我，我有佛。啊，我不用依靠别人，我心中有爱，有佛性，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佛性呢？哎呀，你要从外面去求满足啊，那不小心就做错事了，做错事了啊，就麻烦了。所以各位要这样子保持正念，所以外表上不注重。第七，不睡卧高广大床，不歌舞娼妓，顾往观听啊，所以也不要去享受。所以各位这两天所包含在界睡硬的啊，床睡单人床，睡大通铺，这样子啦啊，不去唱歌跳舞看电视，享受眼根耳根，这样子啊，因为你很容易眼睛看到美丽的、帅的、性感的，哎呦，赶快拉回来，这个叫修行。修行就是有一个可以给你修啊啊，我原来我眼睛会有欲望，哎，这个欲望来自于我的心，不能把我眼睛弄瞎，弄瞎也没用了啊，所以因为我的心有欲望，所以我要控制它，这个叫修行。所以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得到多少，而是什么？来征服自己。对啦，该生气而压得下来啊，该起欲望而能够净化它啊，不但净化它，还转化它，把贪心变成利他的菩提心。哦，这个女孩子、男人很帅，吼，愿你成佛，这样而已啦。啊，不是说我要贪你，而是赶快转变那个念头最好了。所以我昨天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上师，然后五岁就出家，后来还俗，然后跟一个女生结婚啊，然后结婚以后后来又搞外遇，然后自己又错了，又跑去出家啊，来来去去，衣服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他是一个出名的电影。那这位达士喇嘛后来他去出家以后，又觉得自己很痛苦，在路边又碰了他太太，又想要跟他太太在一起，结果因为他太太长得很漂亮，后来这个太太很伟大，讲这句话，以后你要学，你把你对我的情欲来学佛发菩提心吧，女人好伟大，对不对？他讲这句话，这位达士，哎呀，终于开悟了，啊，终于开悟了，他太太不是不爱他，而是这个爱已经升华了。啊，他搞外遇，他太太都能够安安静静，因为他太太觉得他之所以学佛，是因为他先生是个出家人，所以他更认真的了解佛法。等他自己开悟了，倒过来感恩他先生，还度他先生了。所以我想，修行是一种自我挣扎。如果各位没有这些贪嗔痴，那我们也不用来修了，还修什么？啊，只是我们的本性是这么圆满的。只是被外境干扰了啊，所以呢，不管别人怎么样，原谅他，但是回向他，最后他还是会圆满的，就像佛陀不会放弃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保持这个正念。第八，离非食食，晚上不吃，今天晚上不吃，过午不食。所以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世正因。佛教的根本目的就是出离世间轮回，证得涅槃极境啊。最直接的方便呢，就是往生净土，信愿往生。我们对这个世间很想放下，但是很难，但至少自己知道啊。所以求佛加持，一心念佛求往生呢，所以也愿所有往生者得生净土。
所以种下出离世间轮回往生净土是正因，解脱生老病死痛苦之根本。这一点我必须强调，人活着是要追求快乐，但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快乐都是含着痛苦的快乐，有苦之乐啊。所以各位，结婚快不快乐？生儿子快不快乐？偷贼啊，小看贼啊，啊，那这个世间的快乐最后都让你有一点痛苦啊。那佛陀要我们追求无苦之乐，那不用去追求，你只要把这个欲望，特别贪欲断除了，那你就快乐了啊。所以这个世间是苦的，不是我们来追求快乐的。这个世间唯一的意义，念一下大悲普度众生。对，我们知道苦，但很多众生不知道苦，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在受苦，所以世间虽然是苦，所以我们安住在无我的空性，就可以超越这个苦，进一步呢帮助这些正在轮回造恶业伤害你的众生，也能够赶快离苦。所以慈悲成为我们唯一的意义啊。那为了慈悲，广修各种帮助众生的法门啊，带人家受八关斋戒、持戒、吃素、三时细念、三昧水忏、梁皇宝忏、念佛、闭关、持咒啊，用各种方法，希望对方也能够离苦，也能够成佛。所以弘一大师这句话我很喜欢，念一下：了事如幻，爱心永存。这两句话包含佛教的重点啊，一个是空性，一个是大悲心呢。所以这个世间是如幻如化，痛苦的，只要你要去追求爱染，你就会痛苦。所以众生都在痛苦，我们唯一要做的那就是救苦救难。所以对别人对世间无所求，也不放弃这个世间，但是呢永远对世间慈悲啊。所以观音菩萨说，有苦难就是他的道场，他就来轮回，有众生在堕落，他就要继续度众生。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永不退转的度众生啊，文殊菩萨安住在永恒的空性，却三角方便的视线人、猪啊、狗啊、穷人啊，一直在度化众生。那我想佛菩萨名字不一样，做法都一样，所以永远记住，来了解空性，永恒慈悲，一点都不执着，却充满了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你永远要用佛法净化自己啊！啊，爱你你也不要执着，恨你你也不要执着，冤亲平等，希望他离苦，这样就好了。希望他成佛，不管对任何生命都是如此。所以各位就这样子的来修行，特别站在慈悲心。各位都知道，世间百千万亿黄金金钱布施，不如佛前做一供养，哪怕一支香的功德。但是你把所有佛像都造成黄金的，每个房子都盖成佛塔，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所以持戒的功德大过于布施。所以佛陀说，百千万亿盖佛塔佛像的功德，不如一口饭布施给流浪狗，布施给孤魂野鬼，慈悲的功德。所以那这些我们大家都来做啊，啊，所以保持悲心。下回各位参加法会，最好学智慧一点，自己拿一朵花来也可以，对不对啊？替你的祖先啊，替你的流产胎儿啊，妈妈爱你啊，啊，替你拿了三朵花来，哇，那个胎儿高不高兴啊？高兴，千万不要跟他说，师父我有血牌位。血牌位超度不了，它只是一个加持，血牌位一定要加上你的功德，对不对啊？你的忏悔，那你希望他早一点超度，你再给他买一个奶粉来，哇，你这个儿子太有面子了啊，他就感受到妈妈的爱啊，他就很容易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啊。所以一个人来参加法会很高兴，他就可以得到法会功德，一个人是不高兴来参加的，那就得不到法会功德嘛啊。所以也首先一定要让他高兴啊。如果我们对父母很孝顺很感恩，他就很高兴。
就像各位今天来参加法会，爸爸妈妈没来，但是你一直想着爸爸妈妈，功德回向给他们，会不会影响他们？他们心情会变得很好很好啊，因为佛的力量啊，你的功德力啊，所以就能够改变他的念头。佛教的方法没有对付对方的，佛教的方法就是只有一个方法，你想慈悲，这是唯一的方法啊！各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要用分别心去对待啊！我想佛陀对谁都是慈悲的，对杀人犯央杰摩罗，对魔王啊，对妓女，佛陀还是用无私的悲心，所以对方就得到感化。那一个人会生病，业障现前，因为心病起心动念造成的，起心动念才会造业。所以我们现在保持无私平等大悲菩提心来受戒，那业障会不会消除？就这样就消除。所以八关斋戒可以消除业障，可以永不堕落三恶道，可以免除恨死啊，可以远离病苦。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好好的持戒，站在解脱道就有这个功德，何况站在无私大悲心，那更可以转化一切。佛教的方法事实上没那么痛苦啊，只是法门有多种，那是随顺众生方便，但是动机最重要。动机如果是圆满，符合这个无私平等大悲心，念佛持咒闭关什么仪轨通通好，都一样，个人的因缘啊。所以所谓的智慧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错的千万不要再做了，千万不要说啊，我就是脾气不好啊，爱骂人啊，不然怎么办？那就不夸多了啊，等你痛苦了生病了，有时候不小心车撞死了来不及了啊。所以各位，你知道错就要改，这个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你要征服你自己啊，对的要去做啊，错的不要再做，所以要有这个决心，这才叫真忏悔。所以有些人忏悔一遍命运就改变了，有些人天天忏悔还是没改变，因为他只是外表忏悔，心没有忏悔啊，所以忏悔必须从内心，内心不起贪嗔痴，又不起这个念头，那这个业报就消失了啊。今天你有得癌症的因过去造了，但是癌症的因要有缘给他，癌症才会发作啊，那个病才会发作啊。那这个缘我已经不给他了，这个种子那就发生不了作用了啊。就算已经发生作用了，我已经不再给他这个助缘了，就像不加油了，它就火烧完就没有了，它不会起火了。但是如果这个业已经来了，你又经常犯了这个心态，然后那就火上加火，你痛也痛不完呢。思维一下自己的过患啊，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哇，我们哪一条很严重啊？看你爸爸妈妈，想想你自己啊啊。然后呢，业障哦，杀生偷盗邪淫，过去在家。过去还没学佛，造了很多杀生、偷盗、邪淫、骗人、喝酒、爱吃肉，啊，等等等等。现在想一想，哦，虔诚忏悔，不但我们忏悔，带着贪嗔痴造业的众生忏悔，已经在三恶道的众生一忏悔，一念佛，马上就超度了，啊，不往生净土也脱离三恶道啊。只要他有惭愧心、信心来念佛，有一念相信阿弥陀佛。来皈依阿弥陀佛，消十八万亿劫生死重罪了。一称弥勒佛，一称文殊菩萨，那都永不堕落三恶道。相不相信？各位要相信。那你皈依了所有佛、所有法、所有僧，那业障消除的多吗？所以你问讯的时候，你要观想，无量劫的业障统统消除了。啊，所以第一遍呢，各位真心的皈依三宝，好不好啊？世间的一切如何？随缘，好不好？随缘不见得会好，哎，随缘只是他有外遇就有外遇吧，随缘，对不对？他不还钱就不还钱，随缘，因为这个是因缘果报啊，你能怎么样啊？啊，这个叫随缘。随缘有一个相信因果的基本叫随缘，不是随便。所以只是你不知道你前世怎么害他，这辈子他来害你，这很正常。所以你要随缘消旧业，这样意思啦。但是一心皈依三宝，恶业来了，我们除了随缘忏悔，然后虔诚皈依三宝，会不会消恶业啊？所以第一遍念完，各位一问讯，你要观想，我们跟所有众生都真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且是所有佛、所有法、所有僧最伟大，就这个。
有些人说我只皈依海涛法师，完了你功德太少了啊！我皈依所有比丘，所有喇嘛，所有汉传藏传，所有出家人，对不对？我皈依巴利文、汉文、藏文，我皈依所有教法，这样功德大不大？太大了。有些人说我只皈依阿弥陀佛，其他我不太皈依，哎呦，那你福报又小了啊！十方诸佛皆称赞赞叹阿弥陀佛，都一起在念佛。事实上你皈依一个佛，要以对一个佛的方法来对待所有的佛啊！你尊敬一个上师法师，这个方法来尊敬所有的法师。你喜欢地藏经，以对地藏经来对所有的经典，看了都很法喜啊！所以那这样功德特别大啊！更重要的，心里要观想，当愿所有众生都皈佛皈法皈僧，这样一念不得了了，所有众生都消业障啊！让各位了解戒的行为相貌，外在我不杀生，那才不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嗔恨心起来、贪心起来啊！外在我不淫欲，所以才不会内心贪欲升起。那这样你就得到了戒体的功德了。所以让各位了解戒的形象，以保护光明戒体而得戒的功德。但大乘佛教不要为自己的快乐乃至解脱而修行，汝等当遍缘法界，愿所有六道众生都离苦成佛，愿世界各地无灾无难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呦台湾水灾，好在我们马来西亚没有，你就拍心哦，那你就没有福报啊啊！你要说哎呀这个水灾最好大家都没有，真的要有我来承受吧啊！要如此了。所以各位要对法语片缘法界一切有情六道乃至非情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发起以大悲心的责任承担为主的无上菩提心，愿自己众生皆成佛道，于一一界中将来持戒参加各种功德，一朵花拜一佛点个灯，都是以这个无上菩提心来做功德。第一，不杀生戒，虽然念的是一日一夜，但是站在菩提心的人是敬畏来记啊。那站在你现在没办法还在杀生，那至少你今天有惭愧心，了解吗？哎呀，那我一日一夜不杀生，那你还有七世做人、七世升天的福报。所以八关斋戒真慈悲真殊胜。第二，不偷盗戒。第三，不淫欲戒。第四，不妄语戒。强调一下，现在有人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当的文字、不当的图片，这是很伤害别人的，对自己也不好。不要利用这个网络随便发挥自己不正确的情绪或是批评，因为话讲完了就算了，你放在网络上会流传很多地方啊，会保留很久，那这业障就很重，要非常非常小心，要非常非常小心。第五，不饮酒戒。第七，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那就今天不能擦香水、戴耳环，然后擦那个有香味的香皂啊啊，皮肤药膏啊，这个不要用啊。然后也不要穿动物的皮的东西啊啊，皮毛的东西。第七，离高胜床上坐，然后夫妻的大床不睡不坐，今天就睡单人床硬板的比较好。即坐舱寂乐，故往观天界，不要故意去享受眼睛耳朵的欲望，看电视、听音乐、唱歌啊。今天就念佛啊、持咒啊，帮助众生啊。第八，离非食食戒。今天中午吃完就不吃晚餐，一直到明天上午。然后你吃完饭了，节斋了，但是你要吃药可以的，因为那是药。那如果你有糖尿病啊，很严重的病，晚上不吃会有发作一些问题，那你要当作药来吃，吃饭可以为了吃药。如果你是很老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你真的受不了要喝豆浆牛奶，这是开源，因为他是小朋友嘛。正常人就不需要，就喝喝水或糖水，肚子饿饿才知道什么叫修行啊。最重要是发愿，受戒短短，那发愿是敬畏来记，所以发愿的功德比受戒功德还大啊！地藏菩萨的大愿
跟他妈妈一起在地狱的众生通通往生极乐世界啊，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所以发菩提心不可思议啊啊，不但度了你父母，跟度了同样在受苦的众生。所以善男子善女人等三规五戒八戒戒体戒相，各位已经一一了知受持，今依照阿含经当教各位发愿，如果受八戒而不发愿者，得少功德。所以我们的修行跟普贤大愿跟大悲大愿，为众生而成佛，愿众生成佛的愿力互相支持，就能够成就成佛无量资粮的福慧功德盛业。是故各位今对三宝前自心合掌，口发誓愿，发愿自语如何自成，孔鲁问人，三位法师各带各位发一次愿，好不好啊？希望大家都是共愿共愿啊，同行同愿啊，一起在普度众生，利益众生。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大家，特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也好，台湾也好，佛教啊很流行，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请问这三个是不是都是佛教？都是佛教。我们要以平等心呢、啊、来吸收它的精髓比较重要啦啊。当然任何宗教都是为了离苦得乐，希望大家要以对所有宗教都平等的来看待对方啊，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佛教最好啊，他们没那么好，那至少这样就不慈悲了啊。他不好，如果说你是个佛教的妈妈，请问你的儿子信基督教，要不要爱儿子啊？当然爱啦，对不对？可能儿子不太爱妈妈了，这是没办法了，但是妈妈不会舍弃儿子的啦啊。所以我们真正一个佛教徒，只要你想离苦得乐，哪怕升天，我都要帮助你升天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去回向给他，引导对方，而不是让对方改变宗教，就是希望他能够升天。那我们希望大家有这个同行同愿，好不好啊？同，所以我很多上师跟他们认识啊，我说上师，我们学你们的，你们也要学我们的，不学我们的看不起我们呢啊。事实上我们的比你也还不错啊，你们的也有我们要学的部分啊，就互相学习嘛啊。那这样双方才会成长啊。所以我想各位要如此，南传佛教甚至其他宗教有这么样这么多人。所以我到欧美国家，我一直祈求的天主啊、耶稣基督啊、上帝啊，能够引导大家都守道德啊，对不对？没有暴力啊。所以而且大家慢慢修平等心啊、爱心啊、悲心啊，然后呢一样要很尽力，千万不能舍弃对方。我这样讲的是希望大家这样同行同愿，关心世界，好不好啊？关心所有宗教啊，特别各位是华人，然后生活在马来西亚，然后这个也是好修行，就不执着了，对不对啊？马来人华人都是人，这样就好了，都有佛性啊，只是有一点点文化语言不一样，但是佛性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首先你要有这个爱心，你才不会排斥对方啊，再坏还是自己儿子嘛，对不对啊？他哪一天醒过来了就会叫你一声妈啊，那现在他还没醒了，他在无明呢。所以各位，什么叫觉醒？念一下，众生都是父母，这是你醒过来的意思了。你会想办法去爱众生像自己父母，你什么宗教都没关系，你没有宗教也没关系，只要你快乐啊啊。所以各位不要舍弃对方。像昨天我们来马来人、印度人帮我们开车，我坐在后面，哎呀，我就一直为他们念啊念啊，一直回向给他们。事实上我回向给他们，自己也不会被撞死啊，对不对？他不是开得更好吗啊？然后还拿小费给他，哎呦，给他一个好印象啊啊。他说，哎，这个师父不错，重的解脱的善根啊。但是你一定要跟他结缘，因为我们在车上这么安全，他们这么辛苦啊。但是各位，这个就是修行，修行你要24小时经常去培养，不然你的心就忘了慈悲啊。因为人有时候不相信人，人会不相信人的，不相信久了以后变成敌对了，心里就孤独了。那意思是说，对所有人我们都欢迎他，哪一天你做一只毒蛇，
你只会去保护小鸡啊，你做一只狮子，你想要去保护一只小鹿，代表你修已经入心了。外表你是狮子，但是你保护小鹿啊，哎呀，你保护小羊啊，这就是你的本性嘛。你不会满足你的欲望，所以各位要修到如此，去爱护所有，这个要发愿，自己要发这个愿。法门没有高下啊，你的心里怎么修比较重要。所以这里面有共愿，不堕落三恶道，再来保持悲心，不恨对方，所有功德还要帮助伤害你的人啊，愿他们往生净土，将来成佛普度众生。那基本上最后你要发你自己更圆满的愿，更想要完成的愿啊。最圆满的功德就是发愿，发菩提心的愿，消除所有恶业，没有比发菩提心 的功德再大了。所以各位有时候也不用问为什么有什么业障啊，你生时升起一个无私菩提心，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有些人还没信心，那当然就了解一下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达到一个无私平等空性的大悲菩提心，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对你来讲，生死如幻如化，没有什么好怕的啊。生死反正是一种游戏，度众生的方法。现在的人都希望健康发财，更重要了，手机不要爆炸，因为希望能够贴在上面。当然佛教的方法就是希望看到任何佛菩萨的标志加持，我们就赶快升起一个佛菩萨应该有的心，这样的啊，利用手机来谈佛法解善缘，而不要利用手机来吵架啊，批评别人。手机本身没有错，用的人的心态的问题啊。那当然有佛菩萨的标志，就像你开车的人上面摆尊佛塔、佛菩萨，乃至一些加持的符咒，那就让我们保持正念，因为佛法我们的心主宰一切吧，啊，所以你的内心里面就像一个皇帝，在经典说了，做了一辈子的善事，他本来就可以直接升天的，但是旁边的侍者在他快往生的时候挥扇子，不小心扇子碰到他的鼻子，他就起嗔恨了，这样就堕落恶道了，啊，就像一个出家人一辈子修行，本来可以升天或是继续的修行，那是因为他一个贪念执着，他那件信徒送给他很宝贵的袈裟，经典说了，结果这个出家人呢一执着一个念头，他马上就堕落袈裟里面的一只虫啊。那其他的出家人按照规定，出家人死了，尸体火化，袈裟什么用品就给他分给别人，结果佛陀阻止他们，佛陀说不要动他，不要动他，房间谁也不要进去，第八天才进去。为什么？那等这一只虫啊自动舍报了才进去，不然他一起嗔恨心，这只虫更会堕落地狱道啊。他一辈子在修行，哎，但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卡住了啊。所以经典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男人跟别人的太太搞外遇，结果呢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很生气，就拿刀子把那个男人杀掉了。那杀掉以后，然后后来没多久，这个男人还是跟这个太太怀孕了，结果怀孕谁来投胎知道吗？那个被杀死的男人还在执着别人的太太，所以呢就附着在他的腹部，然后就投胎做他的儿子了。做儿子以后，那当然故事就知道了，爱妈妈恨爸爸，这样啊，因为爸爸把他给杀了，所以他这两个念头爱跟恨也不会抵消，所以执着妈妈，结果想要杀死爸爸啊，所以这个就是生命不断不断的轮回。也曾经有一位小沙弥，他死了，那别人就请上师来助念啊，
结果那个上师来助念的时候，念念念念念，哎，他就跟旁边人说，那个篮子里面装什么？上师有神通啊。结果他看到那个小沙弥执着爱吃的那个乳酪，这样，结果附着在上面，啊，结果上师就请人家把那个篮子拿过来，看到一块乳酪，上面一只小虫，那原来就是小沙弥啊。所以上师对这个小虫说法，啊，给他加持说法，那这只小虫舍报，他才可以超度啊。那另外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出家人，他经常也去帮人家念经，念经人家就会供养他钱，供养他钱，然后他就很喜欢去念，因为他被供养的钱拿回来以后啊，然后他就给他换换换，换成一个小金块，啊，他钱都省下来，一个小金币，两个小金币，三个小金币，哦，还这样有成就感啊。结果不知道藏哪里，就在他房间一个洞。挖一个洞，把他的金币塞在里面，塞在里面。那经常晚上他就打开算一算，哇，我有多少个金币了？啊，后来没多久生病死了。那生病死了以后，执着他的那些金币，所以变成一只黑蜘蛛很大，然后就守在那个金币，每天晚上在算钱呢，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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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隔壁的出家人当然也有修行啊，想说哎呀，一定是隔壁那个师父死了，然后还在算他的钱，他的晚上跑过来哪里出声音，一挖，哎，哇，看到很多金币，一只大黑蜘蛛啊在那边，就啊，他隔天就把整个金币拿出来，那个蜘蛛还卡在上面，结果就拿去找他的师父，师父啊，我看可能是某某出家人，你看死了还执着在上面，结果他的师父就问，哎呀，某某法师啊，你是不是某某法师啊，那只蜘蛛还点点头，那大家哇，还变得变蜘蛛了，然后这位上师说，我没资格超度他，你们帮我送去一个屠夫菩萨，屠夫菩萨大家出名了，专门在杀生，但是人家都说他是菩萨，结果那一位屠夫菩萨看到这样，就把那蜘蛛往嘴巴吃掉了，吃掉了以后就把他给超度了，他说没问题了，回去吧，啊，那回来以后大家报告师父啊，送去给屠夫菩萨居然把他吃掉了，他上师说这位菩萨已经把他超度了，啊，所以我想各位一辈子出家，执着一点点钱也会变畜生道啊！这个世间善业跟恶业不抵消的啊，特别是一个执着的心，马上你执着什么就变什么，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当然我的意思啊，现代人特别太执着手机了，念珠不见了没关系，手机不能掉啊。那我看这个手机会琢磨啊，啊，哪一天你死了就附在手机上面自己乱跳啊，这个可麻烦了，所以我去美国纽约每次超度我都一家店买那些超度的东西，哇，他们整套师傅这个要不要手机呢，用纸做的啊，他说这个拿去超度有用啊，还有美金呢啊，所以因为这也是很方便，知道那些鬼魂执着这些美金啊、手机啊、这些漂亮的东西啊，就给他嗡啊嗡啊嗡，来哦来哦，通通来了。然后呢，借这个方便超度他吧。啊，就像刚刚我们楼下六只牛，他们送来大概是饥渴了，所以一打开，哦，我就是如果那个时候赶快给水喝，给一点草，哇，他一定很快乐啊。然后再给他念佛，就快乐了。但是我下去发觉很多菩萨很慈悲啊，那个回旗一直跟他回啊，他在斗牛啊，那个旗子还红色的呢，所以各位这个叫有智慧有慈悲没智慧啊，啊，那个牛不是吓坏了，你要斗他还是他要斗你，所以牛不是要挥旗子的，牛要草的啊，最好再加点盐巴的水啊，
然后你给他很好的，你要给他念什么，他就会听啊。啊，这个人对我很好啊，或是你很有爱心的摸摸他的鼻子啊，他也很高兴啊。啊，所以当然我认为，当然一个小小的啊药师咒，但是各位每天拿手机起来看，哦，我要药师佛的精神啊，药师佛的愿力，希望每个人啊都可以正知正见，发财健康，有衣服穿，如何如何啊。所以我想有各种各种的，只是我们这一次做成这样，送给人家比较大方，好不好啊？大方哎，这样啊，光一个语言圈，有时候他搞不清楚，但是不敢把药师咒的功德印在上面，为什么？怕很多人就把纸丢掉了，对不对？那有时候还麻烦，所以我要靠各位说，当你这一张给他们的时候，你给他讲一讲这个药师咒的功德、药师经的利益、药师佛的加持，希望他贴在这个手机上，手机没有副作用，没有不好的辐射线，手机里面所沟通的、所看到的，都是一个善的、正面的，啊，所以最好你发愿贴在上面，不好了，一看手机就宕机，啊，你儿子好几次，妈怎么会宕机呢？啊，因为这个药师咒加持啊，不该看的不给他看，啊，所以各位修行要修到有护法，你要是真发心跟护法说，我一定要发菩提心，如何如何。那护法神会帮助你发菩提心，而阻止你升起不好的心念。当然你不见得是发菩提心啊，就是希望他用这个手机去交到好朋友，对不对？去接到好信息，反正小三打来都会自动切断。你要发这个愿啊，你自己也要有个善愿，自然你会发觉不可思议啊，因为佛的每一个咒语看到、碰到、接触到、听到都有加持力，这是每一个佛的习真怀珠他们的事业啊，所以就把这些重要的咒语，楞严咒、药师咒、莲师心咒、大随求咒都可以，尊胜佛母咒，大家都可以多这样的作业。第二个是发给各位这一本小本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读诵地藏经啊，那我们会陆续印好，像印这一本听说不到1块美金呢啊，这一次印了将近50000本，然后全世界送啊，希望各位带在身上啊，随时可以看啊，甚至你有时候没有带经幡出去，到哪里有需要帮忙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大乘佛教没有，大乘佛教是拿直接拿经本这样子啊，然后以这样的光去超度那些三恶道啊，甚至你这一本经常念，每念一遍就有一次地藏菩萨的加持，因为地藏经说，就算你做梦梦到往生者，你只要念3遍乃至7遍回向给他，他就超度了。那今天我们大家发心受八关斋戒，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会增上1000000倍，随着我们的发心又合起来大家一起念，那等于这一本经典就已经有1000000遍的加持。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出家，还在做旅游业，做别的行业，我永远都带着，碰到人家生病我就给他像圣经一样很有用，碰碰头，这个人哎呀晚上琢磨，哎呀碰碰头真的有用。所以我对地藏经特别有感应跟信心，所以特别我们这一次请湛严法师来，那送地藏经已经送了5000部了啊，我想5000部多少另外一回事，是在念地藏经的这1-2个钟头保持在地藏菩萨的精神那种力量比较大，就像各位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你能够保持对6道众生的这种悲心，愿他们消除他们的烦恼乃是恶业，愿他们各个脱离6道轮回，能够发菩提心，往生十方诸佛菩萨净土，将来成就佛道。Om Mani Padme Hum。所以，当我们转经轮转一遍，这个经轮这里面有5000万遍，所以你转一遍 Om Mani Padme Hum， 请问有几千尊观音菩萨出去度众生？
5000万尊啊，这里面有5000个 Om Mani Padme Hum， 你用杯心一转动，就有5000万的观音化身出去利益众生。2000哦，变1亿，1亿5000万，2亿，这个不可思议哎。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以发菩提心受八关斋戒，这么多人千步的地藏经一念，整个世界有没有充满地藏经的加持啊？不可思议。那所以你手上这一本地藏经，大本也好小本也好，就一次就有千遍的加持啊。所以各位要把这个经典，经典所在之处如佛之所在处啊。所以古时候人身上带着经典，刀枪不入啊。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更重视经典，那藏传佛教重视咒语仪轨，但是无论如何 重点都在这个利他的悲心菩提心。所以身上带一部地藏经，身上带一部楞严经，现在还有浓缩版的啊，弄得小小的带在身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现在要这样的精神，特别今天我们往生牌位在我们面前，然后要消除业障，要超度亡魂，要升起那种强烈 的菩提心，那地藏本愿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念一下：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就以这种最高目标，发菩提心，大家深信因果，守八关斋戒，放生上供下施，我们真实在做，深信因果，以进一步以这样的心来读诵大乘经典，以大乘的心态读诵大乘经典。所以各位你要观想，等一下你念诵的每一个字都在发光，都变成彩虹，每一个声音都变成彩虹，遍及世界法界地狱道恶鬼道。如果我们对地狱道有真实的大悲心，请问地狱道听得到吗？那地狱道会变什么？马上变净土，火焰把化红莲。各位要有这个信心，就像这里面光目女婆罗门女以这种悲愿菩提心来到了地狱，她一进到地狱，所有地狱的众生包括她的母亲当下都升天。为什么？因为这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悲愿心啊。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地藏经没问题啊，地藏菩萨没问题，那这个力量我们如何展现？那我们跟地藏王菩萨同行同愿。所以读这地藏经不是读，是一种实修，按照地藏经里面的了解因果地狱啊，了解轮回的故事，地藏菩萨里面的四个故事，发菩提心的故事，度母亲的故事啊，最后呢能够真实的学地藏王菩萨这样皈依三宝，一步一步的为母布施持戒而发菩提心，最后成就佛道。那我想这是读地藏经变成我们在转法轮，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口意来实践地藏菩萨的精神啊。然后这样呢，现世者得福报，往生者得超度，整个世界法界得到利益啊，这样最好。我现在要请人家再找这部地藏经啊，翻成藏文，上文以后就送给他们读啊！哎呀，你要知道我们汉人呢，读这部《地藏经》就不得了了，啊！所以我想法无高下，只要动机正确。所以前面的炉香站，诸佛菩萨已经降临了，那我们要升起如当时候光目女、婆罗门女，乃至长者子，乃至国王，看到了社会的乱象，看到了母亲的这些恶业。而升起的悲愿啊，愿我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离苦得乐成佛，我乃成佛，这种悲愿乃是看到了佛菩萨的庄严而发起，也愿这样的相好庄严能够度众生啊。所以这个相好庄严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这样才能够度众生。所以各种因缘就写的地藏菩萨发菩提心的故事，乃至我们华人一定会去九华山，有机会哇，金地藏这位韩国的王子不做王位，跑到中国来，在九华山修苦行，修到99岁啊，99岁啊，后来人家才知道他是地藏王菩萨的示现啊，而影响到今天呢。
所以各位将来有机会要去九华山朝拜啊。那如果你是为爸爸妈妈去九华山朝拜的，爸爸妈妈一定脱离三恶道啊，能够亲自带着那更好。然后我们现在再念一遍啊，像地藏王菩萨为母亲众生平等心共生一样，希望他们得到这个共生的福报。跟我念一下，那么弥尼多多波日梭哈，愿现世父母业障消除，福报无量，愿往生父母历代祖先流产胎儿冤亲债主，所有受苦亡魂罪障消除，永离三途，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同成佛道。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阿东自然中后推荐生，注射 COVID-19 疫苗过后做得预防切多，共带重症老死亡的风险。一下请求各个国家都十分多的提示 COVID-19 疫苗注射率，不过部分国家就算注射率天天的提示，可知老死亡人数十分天朝为下降。独立会会特别提醒大家，切对不好认为注射疫苗就没注意防止措施，防止措施老注射疫苗有强有的重要性，防止没提好就无论是不是已经注射 COVID-19 疫苗，都要戴好这样的正确洗手，配合防止措施，按你继续做好防止基本功，保护自己没保护其他人，强化手骨抗菌感染。弟子有疑惑，我如果准备很少的水米施食，众多的众生能饱满吗？若持咒或观想，会不会有德行修持力的问题，而不能使众生得到食物？我想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刚刚重心紧着，不能就紧着呀。但是你要有悲心就好了，这跟德行没关系。已经嘛做贼啊，所以你有悲心，然后你对三宝有信心，所以我今嘛给你连辨识咒、嗡阿吽观想很多，他就得到了。啊，就算他没办法超度，至少你跟他结缘啊，那都好啊。啊，所以我每天都做，我下车也做，我只要进道场的车上我都做，晚上睡觉我一定会做，我在任何一个新的地方我都在那边招请，对不对？不要说超度五万啊，超度一个你都是觉得很满意了。咱一点人去讲做点，不可惜一个人，去一点人去讲一个人做点，无法都卖好对了，咱都欢喜到要死啊！啊，所以我想。哪一个空间都有这些痛苦的众生，但是我们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去结缘的，也为了要自己修慈悲心呢、啊。像我是个流浪人，那我们每天流浪，到每个地方都要保持慈悲心，也感谢这个地方的附近的有情众生，感谢你，我们来这边住住，要做一点结缘布施嘛，自己修慈悲心。所以我想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习气对众生帮助真的太大。得度了，他脱离轨道，不管他去做狼、星天、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得度了很重要。还有很多来结缘的，结缘的，所以每次经过隧道，各位了解隧道来的就这，大家拢还要供。那是你了解亚吉瓜币、亚吉瓜醉，
那就恰定该肯来烟供香，好不好啊？真假这些孤魂野鬼很多，然后既然我们这个团体认养了这个工作嘛，对不对？那大家就努力。台湾佛教团体很多，很好，各做各的，合起来就是圆满的嘛。我做。